好，我这边感谢观众帮我们提供了很疗愈的一对天竺鼠切切，又要来打我们的梦魇级了哈，来自王者杯的考验终极篇。好了，他整队带的都是天竺鼠切切，所以不要问说我怎么拿了哈，就赶快去打萝卜吧。好，他先瞄准水的那一只防龙，然后把它处理掉，这样子基本上剩下这三只伤害应该是不会让你死掉了哈。好，没错。啊，其实我刚刚讲错了，不是问说怎么拿啦，是问说哪一只可以换，不用换哦，就是天竺鼠切切干到底就对了。啊，那你如果这边没有两只马铃薯的话，我觉得副队带马铃薯，双马铃薯应该也 OK， 然后你自己把阿比带上这样子，因为像我自己啊，我自己就没有换第二只那个马铃薯回来哦，它算是很保值的一张啊。可以多换几张齁。好啦，来，他这边就是用间距来转全体齁。好，第一关其实这边也不用洗技能啦，因为车车他们进关齁就把你 CD 减7了，只要你队伍中有五只车车系列的，他就会把你车车的 CD 减7，然后车车整个系列也没有任何一只大于等于7 combo， 大于等于7 CD 齁，所以进关基本上就全跳了。好，第二关浮石骗你半套，来这边直接开那个固定版面，然后再开二消齁。好，这样直接七康带走没问题。好，再来第三关，来这边强化盾，好，那个撸过去也会直接变强化齁，所以这边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那玩切切的话，记得把那个新珠首批全消到哦，会有那个三倍兽类攻击三倍的选项。好，这只如果你没一波带走，他打你之后会把你冻结腐蚀。好，这边来带走了。第四关，哇，这边开到七 combo 啊，啊，不过没关系哦，这边转过去不会被隐藏掉哦，因为天竺鼠切切的队伍技撸过去会变成强化腐蚀。好，这边七康直接带走。好，接着这边的话，三鼠盾线跟光暗盾线。好，这边先来处理光暗的。好，不过可惜没有带走齁。来，这边要处理三鼠的。好，要再处理一次三鼠的吗？好，没错齁。好，接着剩光暗的这只能力继承到了。好，这边一个哇，精彩叠珠右下角的水火叠。好，这边直接转固定版面，有光暗心齁。好，直接带走没问题。来第六关，粘附。好，这边直接开二消，然后再加上阿比。好，这样子伤害够吗？好像不太够。好，他开了西罗摩，这边再开一次二消。好，西罗摩只是要让他自己去伤害自己啦，这边有一个弱转无效齁。好，那这边看一下是不是要洗技能了。好，这边直接开泰迪的减伤。好，这边要跳起来一次齁，再来阿比加马铃薯一次。好，这次伤害应该是够了齁。 OK， 带走没问题，虽然没有手消到全新啦。好，来接着石化啊，这边要再等泰迪跳起来一次哦。好，泰迪跳来直接炸石化哦，然后二消再开下去。好，这边转了一个满板啊，漂亮。
好，直接带走没问题哈。来，这边不能手烧到火的100%减伤。好，那这边他打你之后，就会慢慢把那个防御下修了哈。其实手消到火也不会怎么样啊，它只是伤害吸收，不是反击的哈。好，这边火出一个漂亮碟。好，这边理论上就是慢慢跟他 A 过去哈。其实都打破亿啊，是不是车车不够力？是对面上血太多。好，这一波带走没问题。来第九关哈，来第九关这边的话，冰封围城，直接再开一次泰迪。开巧克力，开二消，哇，这边全下了，阿比也开下去了。好，这边直接带走，哇，230亿。来，接着指定六康。好，哇，这边很霸气的，直接转了一个六康，可惜伤害不太够哦。好，这边打66666，不过这一队的血量很够吼，完完全全不怕，而且血回得来。你看才两康就回了80000多。OK， 这边又转到一个六了啊，转到七吼，那边藏了一combo。好，这边转到六，来直接带走吗？没有，差一点点。好，这边还是差了一点点哦。因为那个中间的雾其实很不好对付啊。欸、好，六康五康差一点。好，转到六了，来这边直接 A 过去没问题齁。来，接着下一条血减伤 90% 灭心回血，然后还会更新。好，这边看起来是要赌阿比追打有没有办法直接 A 到那个 bug 哈，直接靠追打过去就不会变强了。好，有触发到，来感谢观众帮我们提供天主子车车，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